前海基会董事长郑文灿涉嫌在任职桃园市长期间贪污收贿，同案被告的还有前台诉讼成高龄90岁杨兆麟。杨兆麟原以1000万元交保，检方抗告后，高等法院审酌后认定检方抗告有理由，撤销交保并发回桃园地院，更裁重审。经18日下午2点召开声押庭，杨兆麟搭豪车到场，在旁人的协助下花约1分钟坐上轮椅，随后在两名律师陪同下进入地院。对媒体询问一语不发。